我说，吴双，我发誓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真的。姐，你先别生气了嘛，啊，好歹肯定不是故意的。姐，意外都已经发生了，咱们就只能想办法，怎样把伤害降到最低，好不好？我都已经丢脸死了，怎么降到最低啊？不丢脸，不丢脸，我刚刚已经帮你确认过了。 你刚刚啊，趁你状况都非常好。周一红，嗯，吴双，啊，对不起，连累你了。没事儿，我觉得我刚刚好像也说错话了。哎，你真的要相信我。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嗯，我相信你。不过什么？也就先这样吧。啊。 一秒间可以做这么多转折的，你这看的谁的视频呀？这么远，看得清吗？能看清楚啊，杨岩的视频。啊，没事儿吧？啊，没事儿，有点烫。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。名不见经传的，我觉得。 与其看这种没有价值的视频，你还不如多研究研究奥运金牌的起战术呢。不是，这视频是贺叔给我的。
我觉得视频挺受用的，我之前照着视频学啊，还当了一匹黑马呢，啊，火爆全场。你贺叔给的，真好，他还真是不藏私啊。不过吧，这视频呢，我觉得基础步伐和进攻还可以学一学，但是在进阶点的攻击就完全怎么学都学不像。比如刚才我看这段啊，就这段，啊，他如何从四号位假装去攻二号位，实则去攻一号位呢？而且这套进攻还给自己留了条后路，万一他一击击不中的话，他还可以反手去劈三号位，太厉害了！你看他这一秒之间变换了这么多进攻线路，都看得清吗？看得清啊！啊，当然，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看不清楚，感觉唰一下就结束了，之后久而久之就习惯了，当然也没什么用啊，看清楚了不也一样使不出来吗？我觉得你是不是太拘泥扬言的剑法了？我看这个扬言在比赛当中好像也没有刻意要使什么必杀技，他只是后发先至，判断清楚对手的意图之后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后发制人。爸，你真厉害，我之前看了那么久才看清楚的视频，你一只眼睛看得比我两只都清楚。我要是不厉害怎么能生出你这么好的眼神啊。其实啊，只要你看得清扬言的动作，你肯定也看得清他对手的意图。与其去模仿扬言的剑法，你还不如下功夫提高自己出剑的速度，真正能够做到后发制敌啊。稍微明白一点了，可万一他要是不攻过来怎么办呢？你这个傻小子，白长了一双好眼睛，脑子长哪儿去了？对手要是不进攻的话，你以最快的速度一剑戳上去，不就得分了吗？他还比个毛啊！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，你哪怕比对手快一毫秒击中对方，不是你先得分吗？其实扬言的剑法我看本质上也就是这个道理，当然以后你需要苦下功夫提高自己各方面的速度，步伐的速度，出手的速度，进攻变化的速度，当然还有注意力和反应。我明白了吧，我就是闪电又可以重出江湖了。你们多吃点啊。哎，尔豪，你醒了啊，来快来吃点东西啊，我煲了汤醒酒的啊。啊，谢谢。来，我吃好了，大家慢吃。哎，无双，怎么尔豪刚到你就离开？坐下吧，坐啊。是我的错，我应该跟无双道歉的。你们的事我听说了。这不能怪我，你们一个敲门一个不开门吵一晚上，今早我是被逼供的。无双，既然尔豪是无心的，你就别往心里去了。再说我们是团队，跟奥盛的友谊赛都还没有开打，我们就自乱阵脚，怎么打呀？没事，吃饭吧。
你一大早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这还早啊，这都太阳晒屁股了。你在学校过得多么日夜颠倒的生活啊！这个是爸告诉我锻炼腕力的方法。那哥的速度快不快？也就那样吧。我上次看爸，他比你厉害多了。哦，果然是炒了一辈子饭的男人，这腕力非同寻常。怎么回事啊？没睡好啊？是太久没回家认床吗？还是在想那个魏明啊？不是啊，你们干嘛老把我跟魏明扯一起啊？谁让你老跟他黏在一块呢？我们是班委呀，这是正常之间的交流嘛，和联系。哼哼，嗯，少来，你就是不想对李虎负责任。哼。爸，冷子辰在学校搞劈腿啊？怎么劝都劝不了。愣子峰，你说什么呢你？谁你不是逼人？不会说话啊你？哎，不会说话。你是谋杀情歌呀？你敢说？你别跑啊你！吃我一棍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错了！哎呀，真错了，别打了！哎呦，真是，这爸一大早出去给你买菜了，是要给你做点东西带回学校，没良心！你别跑啊你！我告诉你啊，冷子峰，你今天就别出来。哎，姐，你坐后面去吧，让李虎坐前面。你看着我干嘛？让他们三个大男人坐后面也怪挤的。往里面串点啊！哎呀，来，往里坐坐。咱俩换个位子。怎么了？你们俩吵架了？你不说话会死啊！还有你，眼睛别乱瞟。坐好了，出发吧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看着冰清楚楚，千真万确。欧元哥和无双师姐的形势现在非常之紧张。我也听石硕说了，在军训练的时候，欧元哥心不在焉的。你说这大赛当前了，队长失和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是啊，你知道吗？连我爸都说了，不许他俩再这样。但是那天情况放在我身上，我也不行。更何况是我姐，
得想个办法。嗯，想个什么办法呢？哎，给我拉一下。要进去啊？哇！哎，我看了那么多次比赛，还是第一次站上格斗场呢。虽然约会看格斗赛有点奇怪，但是只要你喜欢。嘿嘿嘿，灯光美，气氛佳，姑娘夸你。锵锵锵锵！什么东西啊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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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秘密武器。我问你们，无双师姐是不是最爱看拳？啊！我特别再送他们去看这场浓情蜜意超级拳赛。什么浓情蜜意超级拳赛？就上回把你打个半死的拳王猛虎。什么叫把我打个半死？明明人家是我的手下败将，行不行？你还有脸说上回要不是你打了鸡血勉强赢他，再给你安排一场，你能赢吗？当然能赢啊。好样的，那我给我爸打个电话，这场让你来打。哎，击剑选手的身体是最宝贵的资本，我怎么可能去参加这种舞刀弄枪抡拳头的事儿啊？多没营养，多没素质。哎，不是，我真没害怕他，我告诉你，我真不怕他。你们听我说，他可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我打败过他？等等，师姐，明天晚雷霆的比赛，你和欧阳哥一块儿去看啊。别在我面前提邓尔豪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你还真打算一辈子不理他？今天训练提早结束。我闭嘴，我的错，真的我错。哎，师姐，我最近训练啊，总是遇到瓶颈，我觉得自己这个反应能力跟眼力总跟不上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所谓的瓶颈都是伪命题，瓶颈的发生通常是因为心态问题。要想突破瓶颈，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必须要突破他的理由。突破他的理由？那升上一军算不算啊？当然不算了。不是那样的理由，要一个更紧迫的。紧迫的？我问你，当初你清人心靶的时候，心里想的什么？当初我清人心靶的时候，想的就是能让一红留下来。如果能让他留下来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想训练自己的眼力和反应能力，也需要找到一个理由，一个如果你做不到就会后悔的理由。啊，对了，还得友情提示一下，明天的月中考试，你如果再不振作一点，校长真的会取消你的奖学金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又没有奖学金，这生活费又一半都不到，看来我必须拿出熊一般的爆发力。只要打败天寒跟田智，只要？你以为孟天寒和田智是吃素的？怎么了？敢不敢再跟我赌一次？又赌啊？是啊，因为师姐你是我的幸运女神啊。上次就是因为跟师姐有了赌注，所以我才开挂打赢了田智。师姐，拜托你再跟我赌一次嘛。你要是不想跟欧元哥去看，你就跟我去看，好不好？赌注还跟上次一样，只要我上升到一军，你就穿裙子跟我去看比赛。嗯，好，我答应你。如果你明天能够升上一军，我就和你一起穿裙子去看雷霆比赛。栾子峰，这一次你要为了我努力打进一军。当然，为了师姐，我一定会打进一军的。来，当初我清人心榜的时候，想的就是能让一红留下来。如果能让他留下来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子枫一直很喜欢一红，可是从闪电到栾子枫，都是我先喜欢上他的。感谢你的爱。
为如果我是个普通人，我就绝对不可能打败邓尔豪，所以我绝对不能是普通人，因为我也可以野心，我要成为天下第一剑客。而殷红一直喜欢的是尔豪，决定放弃去英国留学也是为了尔豪。红可以努力的让尔豪喜欢上他，那我也可以努力的让子枫喜欢上我吧。冻死了，冻死了，冻死了！衣服给你洗好了，阿姨。天哪，我是眼瞎了吧？冷子枫在学习呀、啊。这是我的私人教练给我对战二军的指南建议书，这一大叠书差不多把我这一整年的读书配额都花光了。那个月中考评是每个月一次，你干嘛这么认真啊？这次不一样啊，这次关乎到我的奖学金、生活费。总而言之，进不了一军的话，就通通都没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快去忙你了啊！我一定要进入一军。这是张妮，张妮，哎，李虎，这是你上回借我的一本书，我看完了，谢谢你。跟我你客气什么呀？这段时间真的麻烦你了，我买了个小礼物送给你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我不太会挑，我让店员帮我选的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我好喜欢。谢谢你，李虎。谢谢你啊！不客气。李虎，你真是太好了。你那个邻居哥哥啊，真的是太浪漫了。我一想到他那么一个傻不愣登的大男生，去替我挑发卡，实在是太可爱了。对了，他有没有送过你什么东西啊？有棉被、空气净化器、粘尘滚轮、除湿剂，没有了。真的？嗯。其实一开始我还以为你的邻居哥哥喜欢你，不然谁会跑那么大老远来给邻居妹送棉被、粘尘滚轮？而且啊，他和我的聊天内容也一直都是关于你，问我你有没有按时吃饭啦，睡得好不好啦，是不是又和魏明出去了？哎，他好像特别在意你和魏明的关系。不过幸好后来他都不跟我提你了，不然我还以为我没有机会了。谢谢你的笔记，还有，这是我为你做的饼干。谢谢。魏明同学，你有喜欢的对象吗？哎，子辰，你说我给李虎送点什么呀？对不起，我喜欢的对象刚好来了。子辰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小子什么时候跟我们家子辰？你都不告诉我。哎，你喜欢他什么呀？答应他呀。嗯，
上个月好不容易赢了一场，这个月又全都输光了。哎，你看了冷子峰的比赛吗？看了。他的实力怎么突然提升那么多？是不是该给他做个药检啊？他已经成功打败了田智、庄凯、陆遥。如果说他这次再打败孟天寒的话，就创造了二军升一军最快的历史记录了。真不知道双双是怎么特训他的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对啊，哇，做到了，升一军了，耶！师姐，我厉不厉害？厉不厉害？厉不厉害？我赢了，我赢了，师姐，我赢了，师姐，超级棒！看着呢。再抱一会儿嘛。行啊，师姐，再抱一会儿嘛。哎，我厉不厉害啊？厉不厉害？谢谢师姐，师姐真是我的幸运女神。谢我干嘛？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不过我也得恭喜你，连我都没想到你能这么快的进入一军。那还不是因为跟师姐的赌注吗？我必须拼了命的努力才行，对不对啊？恭喜你进入了一军。嗯，俗话说花无常开，月无恒圆，这个月擦肩的工作就要交给你了。嗯，拜拜。赵一红啊，赵一红，连冷子峰都进一军了，你还在这擦肩擦肩，我就是擦肩的命了。刀剑无情，得对他们温柔点，要不然呢会被反咬一口的。我看出血了吧，我把你吸出来。啊，你干嘛？这流血了都。那也不用了。哟，过去。哎呀，不用啦。怎么就不用了？擦肩本来就是二军最后一名干的事，而且我今天表现实在太差了，你就让我擦吧，我自己反省一下。哎，放手吧，让我来吧。孔子说了，有事弟子夫妻劳，有酒肆先生传，有粗活学生干。你是我的私人教练，这种粗活怎么能让你来呢？对吧？是啊，二军垫底的教练教了一个一军的徒弟，我姐才是你教练吧？怎么是这样呢？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要是没你这师傅的话，我连门都进不了；要没你给的对战建议的话，我谁都赢不了，对吧？嗯，好吧，既然徒弟都进一军了，我也要努力。下个月换我升一军。嗯，嘿，有志气。不过我得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，想要升上一军呢还真没那么容易。哎，你别看不起我。我真的不是看不起你，而是真的很辛苦，我很担心你，心疼你。师姐那个时候就是啊，扣我生活费，有什么奖学金的，只有这样才能把我的斗志激发出来啊。怎么了？明生吃醋了？我才没吃醋呢，我喜欢的是尔豪哥，我尔豪比你厉害多了。尔豪是比我厉害，没有错，我承认尔豪是比我厉害，你再给我几个月的话，我一样可以超过他。哎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这头发往一边压很难看呀，我给你调整一下啊。对，这样就好看多了嘛。来，给你夹一下啊。冷子峰，你玩我呢？你怎么这么……你的头发真的好难看，知道吗？你真难看，你自己看，你跟金毛女一样。
姐，我没有看错吧？你这是在选我的裙子吗？你的裙子借我穿一条啊！我答应冷子枫了，只要他升上一军，就穿裙子和他去看格斗赛。啊，你来正好，过来过来，来，你帮我选一下啊！我是穿这条呢，还是穿这条？哎呀，这些都太普通了，你等我。哇塞！迷你小短裙，蓝色面料的上衣，非常的亮眼啊！你看，男人都喜欢这样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男生都喜欢这样的。好吧，听你的，就这身了。对了，你那个微风面膜就敷一片。那面膜借我敷一片啊？怎么了？你不是说敷面膜就跟击剑戴面罩一样，是一种保护吗？我也想保护一下自己的皮肤，不行啊？怎么啦？很奇怪吗？哦，不奇怪，不奇怪，我就是有点不习惯而已。好了，来吧。喂，二豪。喂，一红。今天有空吗？有空啊，怎么啦？我突然想到，我还欠你一场电影没有看呢。看电影啊！啊！姐，把我战袍还给我！姐，你快出来，把我的小战袍还给我！快！哎，我都已经换好了，你还是换别的吧啊！你这什么表情啊？啊，我这是没想到师姐你会这么认真的赴约。那当然了，我是说话不算话的人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只是没想到师姐你还有这么一套压箱底的东西啊。这不是我的，这是依依的衣服。依依红的，依红穿成这样，这鞋也是吗？对啊，她跟我说这样搭配才好看啊。其实师姐你也不用穿成这样，你可以穿得让自己舒服点的衣服，对吧？你的诚意我真的已经感受到了，你穿成这样也没法上车。别担心，我有办法。走吧。OK。好了。
李克，李克，李克，你来，你要开门说，你们能去商店，先去找个商店。啥意思啊？猛虎的意思是你为什么骗他？我什么时候骗他了？猛虎之所以应你的邀约，就是为了要找闪电复仇。为什么对手从闪电变成雷霆？没变啊，我给你发邀请函的时候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就是雷霆啊。还狡辩？上面写的你自己看啊。哎呀，这Thunder是雷霆，闪电是 Lighting。Tiger, Thunder is not Lighting。猛先生，我不是不想让你报仇。只是人家闪电退出江湖，现在不打拳了。再说，这雷霆身手也不比他差呀。先骂揍我闪电，你就会闪电。猛虎必须要和闪电打，你去想办法。哎，干嘛跟我说对不起？我上个月好不容易摆脱了垫底，我这个月又垫底了，表现得这么差，我给你丢脸了。表现得好需要鼓励，表现得不好更需要鼓励。不是说努力不会背叛人的吗？我现在就觉得我被努力给背叛了。努力是不会背叛你，但努力并不是立竿见影就可以看到效果。那浪子峰为什么立竿见影的成圣了一军呢？嫉妒？我不是嫉妒，我是羡慕。我羡慕他就这样努力一下他就可以上升一军，而我就不行。而且啊，我现在觉得他离我越来越远，离我姐却越来越近了。你们这些天才啊，是不懂我们这些平凡人的烦恼的。在我眼里，你一点都不平凡。你看，我用手机只会打电话传讯息，你用手机呢，可以订电影票、打车、买什么东西都可以。我的天分只能在短短的14米剑道上发挥，离开之后，我连支付宝跟那个飞行模式我都不知道。这样的我算是天才吗？我之前说了一些让你伤心的话，做了一些让你姐生气的事，这样的我比较笨吧？幸好你还是肯跟我一起看电影、吃饭，你姐呢，到现在连一句话都不肯跟我说。哎呀，你放心吧。我姐那边呢，我会好好跟她沟通沟通，啊，会好起来的。幸好有你。微醺的二号，不像穿着极简服那样冷冰冰的，特别可爱。好像和他靠近了一些些。变了，赵一红同学，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我就在说八百零一遍啊，
我觉得啊，尔豪喝醉了就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好有魅力啊。这是梦吗？既然是梦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以后别让二豪喝酒了啊，喝酒有害健康。哎呀，姐，你就不要再生气了嘛。二豪他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他吧。嗯，再说吧。哎呀，姐。